我回去看一下我那个图、啊嗯，看他是穿多久了。他自己穿多久没洗了？啊，都不洗，脏脏。哎呀，脏。他自己有讲话吗？他关麦，他是没他没讲话。哇，开麦！八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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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讲话。我就想说，怎么会这么安静呢？我讲超多话的，想说你是不是在找那件衣服都不讲话？然后杰克也没开麦，大家都是不想。我居然也没开，看看还有谁？看看还有谁？抓到啊！巧克力也没开麦。别！大家都没开，嗯，对啊，你看九个轮分三队，九个轮，好，这个场上只有四棵树，但是刚刚有提到，不用担心，这个有沉船，沉船就有木头，好，而且沉船感觉很多个，所以也可以去沉船找木头，好，不会溺死的话，那我们就来玩那个金头颅。金头颅就是死掉直接那个头颅是可以吃的，好，好的，对，它是一本书哦，然后直接就可以刻了，好，对，然后其他都跟原本的快速场一样，一开始就随机抽签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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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分队，分队，跟被关起来的小鱼，繁星团，团月，那个喵哈，乐团。乐团，哈乐团要走啦！哈乐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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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！我要下楼是不是？我们要动吗？啊！我要拉你了，说你哪个你？你们两个，我没有动，没关系，我手速很快，而且我现在左边还一直在搓十字契约，太忙啦！因为他就只有礼拜二跟礼拜五的那个打架活动很讨厌，然后要打到八点半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开心玩，开心玩，八点半好再说，让你开心玩，我们没关系啦，欢乐场不就是你打我，我打你而已吗？真的？耶、yeah! ！白痴啊！耶、yeah! ！我们现在就开始打架吗？我都是这样子玩啊。嗯哼。挖走树，挖走树！我现在在找水底。先拿巧克力，先拿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先拿巧克力。你们在哪里呀、啊？我还在游泳哎、欸！吓死我！为什么我周围都没有人啊？我好难过、哦，而且我现在十字七月打完一场，我好想去按哦。谁挖的木头？谁挖的？有挖的木头？我这边，我这边的两棵树完全没有人打上面，打上面。那边两棵树，好好好，啊、没围墙很好。我在另外一边。他进过去了，他进过去了，他进过去了，他进过去了。你不要过来哦，白痴哦，臭西瓜！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！臭西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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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水西瓜。我去打树，你打他，还是我要支援你？不要啊！我跑起来呀、啊，可恶！哎、欸，好，他走掉了，我们去打树。你合成去杰克那边。好、哦。我去打。哎、欸，后面哦是杰克。这里。杰克，你有带过来哦。有。不够。不够吗？来来来。哦，你好多哦。你们是直接幕府了吗？我幕府。好。好。要直接往下挖吗？可是感觉这好危险啊！我们要玩到那么久哦，哎，就直接走去杀人了。哎、欸，你给个斧头，杰克给个斧头，这里去砍，我去砍光，已经砍光了，我砍光了，已经砍光的样子，然后把树叶回收光，不留种。我杰克，我帮你看上面。好。我挖九个石头好了啦。好、哦，哈基游超远的，他在想什么啊？哎、欸，对我们可能还要准备一点船的材料，如果真的玩到这边缩圈是不安全的话。
两至少两艘吧。杰克，你可能要上来哦，有四个人往我这个岛来哦，杰克上来哦。上来。巧克力音乐跟。动斧头了吗？我还没动石斧。我现在整做一把。好，我先做。陨月哈记。来这边一把，看谁要。先丢给繁星。繁星地板。我做一艘船好了。好，你弄一艘船啊！我这边也弄一艘船好，我这边木头够弄一艘。好，等一下。你还有多的石头吗？剩一颗，我下去挖，帮我看个。好，我帮你看个。为什么这里是？哦，这里是沙子。再做一个师傅吗？好，我要给我。好，给你。谢谢大大。不是大大。谢谢。要去找哈基吗？我觉得要游过去太累了，等他们上岸过来会比较好。他们上岸了啊！哎，有人拿裤子哎、欸。哇！哎、欸，他拿到附魔裤哎、欸。海豚欸那我们要去哪边玩吗？哦，可是在 1.13 就不能用那个王国那一个技巧，不行，因为你回的话是慢慢回啊，不是一次回完。那边是不是有一块船啊？还是那只是影子？那是深海遗迹吧？哦啊，杰克，你不是有船吗？有啊，只有下去看一下。你们好种树吗？哎、欸，那边有水鬼。水鬼上岸了，我们要去玩打水鬼哦。走啊！我有斧头，比较有优势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。给小雨。我看他们是用走的、欸，哎，走好快，好像开创造一样。我看是游泳啊，游走了没有啊？因为他们后面有海豚啊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完全是霸占岛啊。对。其实想做的铲子、欸，哎，嗯，哦，我木头还有啊，你要吗？因为我想筑高墙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坐啊坐啊。我觉得我要石头。负一三一，三一在哪？在那边。然后嘞，负八五。哎、欸，这里呀、啊。哎、欸。是那个安全区外吗？哦，没有，他们打起来了。我觉得还是在脚踏实地比较有优势。用木棒。做石铲，给你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三个水鬼在打架、欸，哎，要过去吗？我们来阻止他上岸。哎、欸，这边好精彩哦！你可以看到两个人在追两个人、欸，哎，这个画面好精彩哦！哇，隔岸观火啊！啊，可是我觉得他们肚子饿了、欸，哎。他们是追一个人、欸、是圣隐月一个人，圣隐月一个，好可怜哦。你要不帮隐月啊？那就要看你要不要让隐月上岸啊。我自动跳跃一直开着。我现在很怕那个繁星被隐月搓背。他们这样真的应该会饿哦。嗯，一定饿。哎、欸，他们要上岸了，另一边到，他们上岸了，九哥他们上岸了，你们来了吗？他是在做什么陷阱啊？不知道，种海草。还是我们要当镖客？他要脚胶哎。我有点想要当镖客哎、欸。镖客是什么啊？就是
就是坐我们坐船，然后两个人，然后你后面你们就你就一直瞄准他们打，哦、就晒他。可是这样子繁星会落单哦。对啊，因为这样子会有一个人落单。雨月被水鬼追，我觉得雨月好可怜、哦。被真的水鬼追吗？真的水鬼。哦，我要看被水鬼追。欸、真的耶。那他们那边应该也会有水鬼啊，不要上岸。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是热带鱼吗？嗯，这边是要那个热带海洋才会有。哦，第一次看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在缩圈了耶。嗯。哦，有安全区外、欸。X 轴是区外。我们往那边走就好了。哪边？对，那边走。哎、欸，有啊，这里是区内。我们守住这个塔，不是守住这个塔，守住这个岛。看一下这边到哪边是区外。哎、欸，这整座岛上好像都是区内哎。对，所以他们一定要在这。上上岸，繁星小心后面。没关系。我把逼出去。我来了。他丢了鸡蛋。丢了一个鸡蛋。我也有啊，我也有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丢啊，来丢啊。我刚刚是不是把食斧丢掉了？隐月在后面，他不能游泳，他饿了。哎、欸，我刚那个，我食斧不见了耶！害我以为我刚把鸡蛋顺便把食斧丢掉了。我盯后面的、哦。你说隐月吗？对。那好吧，我盯三个水鬼。为什么这个欢乐场玩的那么认真啊？这样子我都没办法搓十字器。没有很认真啊！你搓，你搓，你搓啊！好，我就搓一场啊，没搓到。丢！你逐层干嘛？这就是危险区哈！就看他们夹被夹。哎、欸，等等，要天黑了耶！雨月要被水鬼抓了吗？没关系，我们真不会升怪，我们真不会升怪。不会吗？过暗，过亮。应该说我们也离很近啊，不然我插个火把。看你有火把？还有火把这个东西哦、喔。有啊，干嘛挖这么厉害？哇，是火把哎、欸！感觉插火把就是屌。云月那边好精彩哦，好想看。他很努力，他好努力的在活着。你们那边有事情要跟我讲？哎、欸，好。我这边的事情是我的十字契约打到第三回合了。行行。哎、欸，我有鸡蛋嘞，再送他们。水鬼来了！水鬼来喽！那那那，足高一点。哪个水鬼？怪的水鬼。哦哦哦，我还以为是巧的水鬼。嗯。隐约要上岸啊？应该不会吧？不知道。我一直听到那个。对对对对，水鬼水鬼。他们也要被水鬼围了。跑掉了，他们游走，他们游走，哎、欸，回来啊，杰克哦，音乐准备喽，我读音乐，哎、欸，被吃穿了，哦、那个、哦、他有拿三叉戟，哇塞，哎，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去，那个水鬼有拿三叉戟，上来了，下雨。音乐嘞，音乐嘞，音乐嘞，被打一下了，我打他一下了。哦，你被刺了，你被刺了，你退退退退，泥土这边，还是你要躲起来吗？那个不行，那只是装饰用。啊，那剩音乐吗？我整个抽到也没有做事情。继续抽，继续抽，十字契约，十字契约，你看我足强足就赢了。好扯哦，好痛啊、哦，好痛哎、欸。
你们好衰了，我只能说你们太衰了，小雨。有 boss 啊！你们好痛啊！你们太衰了，你们太衰了。三叉戟树爸爸，三叉戟一个冒出来把你们打爆。好痛啊！好痛啊！是 boss 哎、欸。他拿三叉戟在这里啊，这里啊，在这里啊，对对对，打人在这里，要下去，因为要一个人生存，我们都是创造啊，有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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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创造啊，没有没有没有创造创造啊，哎哎哎，有了有了，他应该会打了吧，有了有了，哎，给我输，我吃输，我吃输，超痛的。